大家好，我是水火哥。不知不觉，我们配快手已经一年多了。本来呢是想记录下生活，没想到呢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。大家呢都说我是刀子嘴，但是我的心是好的。有人呢了解我，但有人觉得我脾气差，很凶。其实一个女人在外面生活是很不容易的，特别是嫁了的。为了支撑生活啊，我回到家乡拍视频，收入呢就靠接几个广告赚钱。但是呢我也不是什么广告都接，每个广告呢我都是思考了很久，并且说呢我是亲自用过了觉得很好才会对推荐给大家。今天呢我也是想推荐给大家，大家呢不要着急划走，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。相信呢很多人不了解旧手机回收行业，很多人的手机要么就是放在家里落灰，要么就是换奖刀换盆，或者是说换几十块钱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，这些收破烂的转手就把这些旧手机卖给了平台，赚几十倍的差价，这不是亏大了吗？这旧手机是可以高价卖掉的，我有一台用了很久的手机都卖了500，而且我还推荐给家人用了。像我现在啊忙没有时间，可以让他们上门当面回收，只要你觉得价格合适，当场就可以拿到钱。这几百块钱可以补贴家用，也可以呢出去改善上生活，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。先点击左下角下载转转 APP， 再点里面的高价卖手机，你输入你的手机型号，3秒就能估价。你要是觉得手机价格合适就下单，不合适呢你就直接取消，平台呢也不收取任何费用，真的可以试一下啊。如果没有什么不懂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给我评论，我会回复大家。